8 hours. 8 hours. Yeah, 我现在还都需要，因为我做调味料的，它通过管道，因为它都是粉状的，就是植物末成粉，比如说包胡椒面啊什么的，它一股风一吹，它就过去了。它这个粘稠，而且又重，它这个不好那个啥，所以料用，目前还是人工，将来都得开发成机器的。就这就是说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升级换代，这个转型升级转型，这个机器是。 需要不断升级的。嗯，he said that again, right now they're doing it by manpower, and in the future they're thinking about making it automatic.